上料。OK， 鸡腿卷。嗯，冒着蒜。嗯，嗯，这苹果太水了。又辣丝儿，看冒气儿吗？我不是有意思的，还是真热。牛老爷说了，那你咋不等凉了再吃呢？凉了就不这味儿的。嗯，咱鸡腿卷现在有活动吗？有。什么活动？59.9，给你发2包，1包1斤装。发2包，就2斤呗。在哪儿买？妈的辣！别喂我了，再问我撤你的爸爸。有点累了，我不行。我这不就是拉房眼了？我们老爷们就欠揍。